腰腰围都没变，好像没什么变。你现在几腰啊？你现在几腰？我没有去注意哎。23啊？不止啦，我没有特别去。我也说25，差不多吧。就他妈问一下上围有没有变比较？差不多啦，当然高度调整一下就好。怎样呢？的地方，当你知道也不能太露，对不对？好，山顶一定要遮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问题就是以前我可能拿一条布绑一下，这边绑一下，现在可能这条布要特别做一些造型，但它一样呈现那个这首歌的氛围跟线条，或者是人的线条，跟以前会有点不太一样了。腰腰围都没变，好像没什么变。你现在几腰啊？你现在几腰？我没有去注意耶。23啊？不止啦，我没有特别去。我也说，差不多吧。就他妈问一下上围有没有变比较？差不多啦，当然高度调整一下就好。怎样呢？我给自己买一个最贵的是一个手表，大概多少钱？以前呢？1000万哦，没有啦，我也希望啦。你讲快一点，我也希望一下。我买了一个最贵的是300多万，哦，那个时候我给自己的。那你手上那一颗是什么时候买的？现在不会看嘞，不会看嘞。真是，要公布什么好消息吗？好亮，希望啊，好吧，希望没有没有，这个就是纯粹自己也蛮喜欢的。这几个啦。3颗了，对，对，那有超过300万吗？应该有哦，你的眼神已经到，好像有，没否认，没拒绝。我是觉得自己要是有这个能力可以，然后最主要还是要自己开心自在啦。这个是最重要，像买包包我不会一直买，我就够用就好。然后你的手表一两个，其实我就够用就好。单身？单身，现在只会谈恋爱，不会，就是单身就好，有个伴，有个伴，这算吗？就是有个伴啊，大家可以。有，个伴啊，互相没有啦，互相各自有各自自在。小说到好影的伴吗？哦，他刚刚说的那个认识的那位，就是是可以归类在男朋友的阶段，朋友不算男朋友，对，还在互相了解。他会不会送你钻戒？他如果送你，你要怎么办？我自己送我自己就好了。啊，他送你也会收吗？会收。嘴吧。麦港切蛋的好味啊！哦，拉掉了。上好是啦。